就有生灭，所以成起就是心起，成灭就是心灭。不知道所起的灭心都是妄念，见六尘起起灭加两个字，当下不生就是菩提，开悟就是这么简单。见六尘起灭，当下不生就是菩提，看你不执着的功夫到哪里，你的果报就到哪里。你能够不执着，你能够牺牲多少，你的福报就多少，看你有多大能耐牺牲啊。有我相吗？你有更大的能耐牺牲，你就有大福报。直接点当讲，肯牺牲的人有福报，大福我的人大福报，就是这样子。哎，彻底的无相就是佛，福报最大。底下，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不受就是不着啦。以这些菩萨不着这个福德，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因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做的福德不应贪着，动一个念头都不行，动一个念头都不行。是故所不受福德，不贪世间福德果报啊，叫做不受啊。哎，修行人贪就坏了。又因菩萨所做的福德不为自己善意啊，对上想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就是无所住心呢、啊，就是无贪着，也就是不受福德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他就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行住坐卧、啊、你看人家世尊也是这样啊，来去坐卧，世尊也是这样子呢、啊、哎，看到你看佛在这里啊，佛现在在这里啊，佛现在在那边呢、啊、他不晓得当下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之性就是佛，他本身就是啊。你现在听经闻法当下放下，你就是佛啊，你要不然你哪里去找佛？哎，如果有人说，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你看佛陀去那边，释迦牟尼佛现在坐着，释迦牟尼佛现在卧着，世人不解佛所说意啊。这个人不了解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见性大法呀。何以故？什么叫如来？什么叫做我们的清净自性？这个如来的清净自性呢？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了知万法皆是心的影像，当下不执着，不分别，不颠倒，就是本性，就是如来。故名如来啊，这个多了不起啊！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叫做如来啊！哎，我们众生啊，你讲这个他听不懂啊，他就说：哎呀，佛在我的前面，我要拜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佛像啊，做幡啊，做讲台啊，讲经方便接引众生啊。众生没有这个像他不会拜的呀。所以我们弄得越庄严他就越法喜啊。众生第一个就见相的啊。对不对？所以你佛弟子啊，这个身体要照顾的健康啊，作为一个佛弟子身体要照顾的健康啊，是不是？身体不够健康不庄严，你要度众生很难的呀。我今天如果是非洲阿福来，这一个肿瘤这么大，你来你拜得下去吗？啊，这个业重比我较重啊，这吃歹着，你我都无遮严重。这边我头壳讲的了，对不？对呀、啊，就众生就这样子啊。哎呀，你看这个肿瘤这么大，就不是说我们瞧不起他，而是说众生没办法，你知道吗？众生真的没办法，是不是？
要不然明天我带一个道具的，弄的一个脸子这边是啊，很严重的道具啊。我告诉你啊，看啊，怎么这样子？不要讲那么多了，我讲我们流通处就好了。流通处，我告诉你，这个流通处不相信你试试看哦。很简单哦，这个流通处你把它雕刻的，哎呀，一个非常庄严的佛像。雕刻很庄严的佛像，同样是钱啊，要来请佛像啊，你把它雕刻一尊佛像啊，是怎么样？五官不端正的，没有对称的，没有对称的，脖子这么粗，耳朵这么大，眼睛这么大，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佛像，也不是佛像。我告诉你，摆在流通处，放在那个地方，30年卖不出去。就这个像而已哦，你讲不是不着相吗？好，我放在那边。我请问你，你用10000块来请我的佛像，你要请庄严的，还是要请丑陋的？来，当然我们请黑，对不对？请这外国几只灯也要较白咯。啊，大刚看你，我看了你的烦恼，这边较给我白了去嘞，那就拜不下去啊，这没办法。众生因为着相着得非常严重啊，你叫他彻底放下没办法，没这么简单的啊。所以第一个，你看，哎呀，我们要来这个讲经啊，我一个月前呢、啊，我就，哎呀，这个脸啊，哎呀，好好的照顾一下，哎呀，这个皮肤你看，哎呀，吹弹可破，哎呀，可以了吗？这个亮度够不够呢？你看。可以，还我平常啊，就是穿那个老鼠色的、咖啡色的，赶快换掉。这个黄色的 yellow color， 还一个换一个黄色的，这一穿，看到哇，庄严，这个不败啊也很难。哎，是这样。众生吗？哦，大家还没见性，就看到这个相，所以佛弟子哦，要有礼貌哦，真的要礼貌哦，外表也是很重要的哦，是不是？有一个人啊，修行啊，就我不要执着了，通通不化妆，你知道吗？啊，哎，那没化妆，化习惯了，有一天呢、啊，不晓得听谁开示的、啊，而且不要执着。千万不要化妆，他认为这个就不执着了，不执着是内心呢。不化妆有礼貌吗？他听经以后，哎，好像觉得这不要化妆，结果啊就不化妆，哎，就不化妆啊。第二天呢、啊，啊，去外面，人家一看，哇，三分人七分妆啊，那无畏，对不对？长看了观世音，今仔日看着落差。女罗刹昨天看到哇，长发飘逸，电风扇一吹来，奶丝蓬蓬。今天一看，哇，真的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貌相，一切真的都是假象啊！就这样子，就是，所以我告诉你，还是要化妆。男孩子你就好好把他西装打领带，这佛弟子是不是？哎，要有礼貌。女孩子哎呀，穿的一个 lady， 要穿的漂亮，一定要口红，不过不要超过程度啦，一擦的话就哎呀，就佛弟子您看怎么会这样子的大嘴巴，你围个敲鬼啊，对不对？什么事情中将将好就好，刚刚好就好。就我们也知道本性虽然无来无去，这是对涅槃人讲的。告诉你，一切众生都是看相的。你一定要把你的外相一定要好好的庄严，好好的穿衣服，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子嘛？哎，所以、哦、很多人呢、啊，哎，就是这样子不懂得佛法，哎，坐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啊、这里，然后告诉他理啊。哼，
查某囝看麦，我有信观世音无？因查某囝讲，哦，阮母安尼掉毛够严重，哎，太严重了。他认为化妆漂漂亮坐在那边就叫观世音了、啊，他不晓得来无所从来，去无所去，清净自性不懂。底下来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啊，来去皆如其谁来去啊？又云无所从来者不生也无所去啊，不灭就不生者就烦恼不生。什么是不灭？清净自性不灭啊。不生不灭什么意思？好好的搞清楚，什么不生？烦恼不生。什么不灭？自性不灭。就这样子，大智慧的清净自性不灭，觉悟的性不灭。又云知色身起的时候啊，就知道从何来，知道色身灭的时候，就知道这从何去，看得清清楚楚，你就会了解色身香味触法自由其灭，当体即空。自由其灭底下写四个字，当下就是空，不要随着起灭，那一念不随起灭，我心湛然，这个心就是清净心。即有来去生灭相啊，即二常照，即的旁边写个提，常照就是妙用，叫做一提起用，照而常即啊，照就是妙用，妙用虽然一切在运作，提常即旁边写一个提，就是我们的心性，一切的妙用，照就一切的妙用，常即不离我们的极静的心性。这是不二的，一体起用，色用归体啊。即而常照，一体起用，照而常即，色用归体，体用一如，是不二。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无不清净啊。底下，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摧毁围城啊。因为世界是围城所构成的，你把这个地球啊，把它磨成粉末状，任何事情你都把它弄成粉末状，就是颗粒围城所构成的，分子不一样而已啊。三千大千世界摧毁围城，因为世界是围城所构成的了。一遇云何？是围城众名为多佛，多吗？多不多啊？须菩提言：甚多呀，世尊。为什么呢？这句话很多人看不懂。若是围城众实有者，佛既不说是围城众，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为什么这个围城众不是实有呢？围城众如果是实在有的话，释迦牟尼佛说就那个就不叫做围城众。因为围城就是最微小的。注意听，我现在要用楞严经再讲一遍，注意听，注意听。如果这个是围城，这是围城，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讲的，这个是围城，是不是最小单位？是不是最小的单位？是不是最小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围城，对不对？释迦牟尼佛问，那么最小的单位能是有还是没有？是有还是没有？你讲围城是有还是没有？第一个人答有，有这个围城，有这个围城。而世尊就说，那么有这个围城能不能再分析？先讲有这个角度，能分析吗？如果能够分析，不能讲围城，对不对？那如果不能分析，也不能讲围城啊，是不是？最小的单位叫做围城嘛，如果能够分析，对不对？那不叫做围城啊，还有比它更细的、啊。那不能分析，不能分析的东西，你怎么叫做围城？不能分析就是没有啊，是不是？好，所以说有还是没有，这个围城有还是没有，有讲不通。如果是有长宽高三度空间，你这个不叫做围城。好，围城另外一个答，围城是空是没有，
那释迦牟尼佛反过来问你，那集多少空变成一个颗粒微尘？你想集一切虚空可以变成一个颗粒微尘，有物质单位最基本的单位吗？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不是？没办法，集多少的空，集所有的空还是空啊，是不是？集所有的空能不能变成物质现象？没有办法的呀。所以微尘讲有不对，讲空怎么样还是不对。你看世尊多么了不起的大智慧呀，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跟释迦牟尼佛辩论的呀，没有办法的呀。讲有也不对，讲空也不对，那是什么？那就是心映现出来的呀，就是心所映现，你看到的这个像都是你心映现出来的呀。你要彻底的找，你找不到这种东西呀。好，若是微尘众实实在在是有，其实就是妄有啦，希望的心才产生颗粒微尘，佛就不说是微尘众，因为微尘就是心性的影像啊，没有实体可得啊。如果微尘是实在的，佛当然就不是微尘了，因为微尘啊，这还可以分呢、啊。所以说，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啊！啊，佛说无量无边的微尘，其实当下没有一个实在的微尘聚合的东西，都是心所映现的，都是清净心所映现的呀。所以方便说。方便说法是名微尘众啊，佛所说的微尘众其实没有实在的一个微尘众啊，因为当体即空就是心性啊所展现的，众生就是妄想颠倒之作，才有这个种种的三千大千世界啊，是名微尘众啊。方便为了度众生说那个叫做微尘啊。世尊，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三千大千世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啊。哎呀，这个须菩提呀、啊，啊，真了不起啊！真正的也是悟道的啦。这段再解释一遍：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物质世界，摧毁微尘呐、啊，一遇银河，是微尘众，众就是众多了。这个这么多的众多的微尘，临为多佛，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哎呀，很多啊！为什么？若是微尘众实实在在有，佛就不会说那是微尘，因为微尘还是可以分析呀、啊。其实那是心所映现出来的，物质世界其实是心所映现出来的世界啊，不是真正有那种东西呀、啊，都是心性在作用啊。因为你有执着就有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众多的微尘就当下就是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啊，方便说这个叫做微尘众啊。世尊，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其实当下就是空，都是妄想的产物啊，是名世界啊。这个方便说这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通通就是妄想啊。微尘就是妄念，世界身之别名也。微尘是因啊，世界是果啊。微尘世界者，就是因果。然自己真性非因非果啊，能以六道众生为因果啊，为自性是因，六道是果啊，所以知道微尘起于世界啊。轮回因为一念，虽见小善，不可执着啊，就是碰到小恶。也一定要除去啊，而且众生在妄想当中起贪嗔痴种种的恶业，妄受三界梦幻之果啊，就像那个微尘积成世界啊，不知道因果本来就是妄啊，哎，不知因果原来就是妄心啊。所以那个非因非果是指清净自性啊，因果就是相啊，清净自性就是无相啊，自作自受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一念悟来就没有微尘啊，因为微尘就是妄想啊，世界哪里有，所以说就非微尘啊，是名微尘啊，即非世界就是妄想，世界是妄相啊，妄下当下即空啊，所以即非世界啊，因为世界是相啊，
相当体即空啊，是即非世界啊，妄相本空啊，哪里有生的世界吗？没有，就方便说叫做世界啊。若欲建立世界啊，一任为尘自然啊，那么如果你想要建立有的这个世界啊，你就怎么一任为尘，就注意听，任就是彻底放下呀。一任为尘自然啊，啊，为尘就是假象啊，一任就彻底放下，为尘自然就是假象，自然就是生灭相，像火在烧一样生生灭灭啊。一任为尘自然啊，彻底放下假象，彻底放下生灭。若欲除灭世界，即悟人法俱空啊，了无一法可得，湛然清净啊，不被诸境所转，都是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啊，通通在自己的一念心性啊。何以故？如果这个世界实有者，就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悉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看得懂得清晰说。看不来，没办法啊。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是实实在在有的，是真的有，姑且说它有，那么有的话应该是一合相啊，啊，即是一合相就是心性，一合相就是绝对的心性啊。会故，如果说这是世界是实在有的，姑且说它有，那应该像心性的绝对心性啊，一合相就是没有分成二啊，一合就是不二啊。哎，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实在有的，姑且说它是有，那应该就像心性一样的绝对啊，没有分开来啊。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啊，那注意听，方是名一合相，前面加两个字心性。如来说心性一合相，心性绝对空，即非一合相，即是当下就是空，没有这种东西，是名一合相。方便说这个叫做一合相，叫做绝对，叫做无相。绝对叫做一合相，无相叫做一合相，无来无去叫做一合相，毕竟空叫做一合相。悉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在前面加几个字，真正清净心之一合相。一合相上面加几个字，真正清净心之一合相，即是不可说，旁边写一个真心不可说。真正清净心的一合相根本没办法说，但凡夫之人因为执着习惯了，认为有一个清净心啊可得啊，认为有一个清净心呢、啊，把清净心变成一个观念呢、啊，认为啊，我得到了清净心呢、啊。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把我们心性的正量化作凡夫的观念，把圣人心性的正量，有修有正的这个正量，变成凡夫的观念，变成一个啊，我的心性有一个心性，有一个一合相。再讲一遍，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是世界是实在有的，那么应该是跟心性绝对的空性一合相是一样的咯，因为这个才是真的啦，我们的心性才是真的啦。意思是世界本来就是妄啊，如果世界是真，那么跟我们心性一样是真咯。如来所说的心性的一真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它当体就没有这个相，没有一合相之相，方便说这个叫做一合相。悉菩提，真正清净心的一合相根本就是不能说，不可说，
但是凡夫之人啊，贪着其事，贪着有一个一合相，清净心这个相，为尘叫做因啊，世界叫做果。如果执着这个因果为实有的，就被相所捆绑，所以说就是一合相。但莫着莫执着为实有，也不要执着是实无，一相离相，所以说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不可说。须是邪人自行自悟啊，于理上于理事上各无挂碍啊，没有任何挂碍。今凡夫一合贪着事相啊，不达无生之理啊，这个理就是无生啊，不了解万法毕竟空啊，不可得啊。所以说因果就执着因果，说世界又执着世界。逍遥翁这么说，说邪道之人但只了悟灵明之心呢、啊，这个叫做本愿。所以念念妄想通通叫做成垢。所以修行在起心动念间，我们起心动念好好的关照，当体即空，不令染浊呀。久当正知清净法身，久就是修行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没有办法一下子，需要一点时间。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欲云何？哎，世人皆我所说一佛，不也是真？哎，如果有人说，哎，佛不是讲吗？我见到了，你看众生也见了，啊，人见、众生见、众寿者见，你看通通存在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讲啊。哎，世人皆我所说一佛，不也是真呢？啊，因为这个须菩提已经开悟了，须菩提就说了，哎，这个人不能了解如来所说的义理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的义啊，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当体即空，魂灭没有这个东西，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世尊说这个啊，我人众生寿者只是方便说啊，可是你不能找一个见啊，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方便说啊，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这一段就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我们认知了以后，这化作观念，观念开始执着，这个叫做知见立知。清净自性本来有知，结果我们去安立一个执着，一个分别，头上安头。楞严经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清净自性本来有知见的，你不要头上安头，安立个执着，安立个分别，是不是？安立个颠倒见，那就坏了。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一切法，如果你真的发成佛的心，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啊，应当了解万法本空啊，如是信即不生法相，不能对这个万法之相产生执着，产生知见呢、啊，不生法相，就是你了解，比如说我人众生当体即空，墙壁墙壁当体即空，不要产生知见呢、啊。如是信解不生种种法相之见呢、啊？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因为万法之相就是空相，是名法相。方便说，为了讲经说法，不得不讲种种的六根、六尘、六识啊，开始啊，一十八界开始运作，开始一直讲经，一直讲经，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些。我再解释一遍，是须菩提。如果有人说
如来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者，须菩提，于意云何？这个人解我释迦世尊所说的义理吗？不也是世尊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的义理啊，为什么？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当体即空，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一切法应当知道，不可安立任何之见的，应当如是见。这个见跟前面的见不一样，应如是见到空理啊，如是知，就知道万法皆空，如是见，见到清净自性啊，如是信解，绝对不可以在万法生万法之相啊，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当体即空，非法相，是名法相啊。佛说般若金刚之法，使即令诸邪人先除世先除粗重的事相，就像大圣真宗分宗里面说的，再来令见自性以后，再除维系的事相，粗的遣除，再来维系的。如究竟无我分当说啊，这两分当中都是显出理中清净的事项。若一自心来标号 A， 这个有四个段落，标号 A， 无求无得暂难常住，是清净我见。你见没有关系，但是清净的，无求无得，虽然见可是无求无得，暂难常住，这个叫清净我见。 B， 黄檗断际禅师这么说，百种多知，就安立种种的知见，不如无求最为第一。你种种相都是希望你安种种的见，透过语言，透过观念，就拼死命的执着，以为有一种东西，不晓得当下就是空。诸邪道人做义德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但学无求无着，无所求无所着，你就学这个，无所求心就不生，无所着心就不灭，不生不灭就是佛。若见自性本来就是具足，是清净人见。悉于自心中本无烦恼可断，是清净众生见。第一，自性没有变没有异，不生不灭，是清净受者见。你禅宗的解释把这个四个用清净心来解释，所以说即非我人啊，我人众生受者，因为当体即空啊。是名方便说我人众生受者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在座诸位将来可以成佛，因此一切众生无漏智慧本质具足啊，应当深信一切众生灵验的真性，无生无灭。若能了悟此意，就是一切智慧不作有能所心啊。底下要画双线，如果啊你也能够按照底下这几个字做的啊，哇，马上开悟，日子很好过。不存知解下，知解下就是观念了，不要落入观念了。哎，那个好人那个坏人，哎，观念太清楚了，看到那个好人就攀岩，恶人排斥，这个就是观念，不要落入观念。不存知解相，就是千万不要落入观念，不要落入圣凡观念、善恶观念、好坏观念，千万不要落入观念。口说无相法，心悟无相理，常行无相行，故因不生法相。哇，太好了，口说无相法毕竟空，心悟无相理毕竟空，常行无相行不贪着，所以说不生法相啊，是名法相也。88页，最后几分钟了，忍耐一下啊。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这个又是相的跟无相的比较啦，用这么
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持一持经乃至世界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啊！因何为人演说呢？不取相，如如不动啊！要怎么演说呢？要不取相，如如不动。底下发菩萨心者，是为大圣最上种性的人啊，持一持经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七宝有劫，七宝是生命法，用得会尽呢、啊。四句是无穷的呀、啊，我们的心性是无穷的呀、啊。悟达本心了无所得，持一持经啊，祈福圣前七宝布施的功德、啊。因何为人演说？是大色身啊，不解说法听法，是你面前沽名利利。这一段啊，要加几个字你才看得懂啊？不解，前面加一个若。解的旁边呢，叫做执着，叫做助着。如果不助着，说法底下加两个之人，不助着说法之人，底下听法底下加之人，那就很清楚了。不执着有个说法的人，不执着有个听法的人，就在你面前大彻大悟，你的迷心性马上显露出来，沽名利利啊，不找一个说法之人，不找一个听法之人，通彻十方啊。上面就是心性就通彻十方啊。解说解听啊，啊，解说解听，一般世间人呢 啊讲解啊讲听啊，有说明有听讲的，莫非是要我们记他的语言啊，只是为了要记住他的语言啊，众饶说的天花乱坠啊，其心不成真啊，啊讲的这么的多，心不真，便总不说，哎，便就算通通不说，心也不减，其心不成减，就是说法说的天花乱坠，说法说的无量无边的多，其心不真，就算不说，大智慧心性也不减。求着转眼，你用心求另外一颗心，越求越远。学者转书啊，你想要学见性法，越书就是越离越远。世间就是求啊，我们要求学，越求越远。所以所知障啊，所知障是什么意思？所知道的种种的观念障碍我们的清净自性啊，把这个相安排种种的相落入观念在执着啊，所以邪力越高的人啊，所知障就越重，四智变聪越强，这个人很聪明，这个道障碍越大，四智变聪观念越强，所知障，所知道的障碍清净自性叫做所知障啊。所知道的是假象，他不假的要放下。所知道的世界的语言啊、文字啊、观念，通通障碍我们的清净自性，叫做所知障。可是话讲过来，一个邪力高的、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有一天让他学佛，不得了，语言变成清净自性的工具，观念变成弘法的工具，对不对？正知正见思想变成他的工具，所以学历越高越聪明的人，只要一学佛一转过来，发挥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对不对？不可思议啊。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障碍的本身就是解脱，但看你的心怎么运用。是唯在莫弃，悟则自知啊。你要切入这个真理啊，靠悟，自己体悟。
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此谓悟达无心无相，无物可取之人。可取之人，若是有心，如果是刻意的不取一相，还是相。如果呀，悟达无心无相，是可取之人，在旁边写个应当赞叹呐、可取之人就是应当赞叹呐、如果一个明心见性无心无相啊，这个是值得赞叹的人。如果有的人刻意的啊，不取一相，我不执着，刻意的我不执着，一直用讲的，却着相，却是取相啊。说放下功夫还是不够啊，悟到六执啊，那一句话才是真正的离相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心本来是空，相也是空，人法即空，有何可取呢？真经文禅师，但无一切心，自然就合天道啊。应用在临时啊，临时就是时空啊，时间空间的架构上，看你就看你怎么应用啊。莫言妙不妙啊，如如不动者啊，不要说妙跟不妙，你只要如如不动。邪人若为我知，我知就是有所知啦。邪得你有所得啊，切勿有所悟，通通有解脱，有解脱。视此见解都是动心呢、动心就是执着啊，都是生灭心呢、如果没有说，哎呀，我在知，我在得，我在悟，我在解脱，如果没有这个念头，就是一切法，皆色不动，不动内外都是如啊，故云如如不动。最后一句啊，世尊讲的太了不起了，彻底的看破身心不实在，彻底放下，就是这一句，就是关键。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尊啊，释迦牟尼佛世尊，恐怕我们一直死执这个身心呢，叫我们彻底的看破。这一句就是叫你彻底看破，把生到死输射在这一念，记住一切有为的生灭法跟做梦一样，我们人生宇宙通通在做梦啊，梦幻泡水泡，水中泡泡没了，泡没有，表示生命的脆弱，影像不实在，梦是不实在，泡很脆弱，影像是不实在。如露亦如电，就像早上的朝露啊，太阳一出来，朝露就消失了，表示生死无常啊，刹那消失啊。亦如电，电就闪电呢、像闪电，啪，没了。生命就是这样，这么短暂啊。意思就是你要珍惜人生啊，要好好的修行啊。在这么短暂的生命里面呢、这么快速的无常里面呢、你总要找到清净自性啊，要不然就要彻底的赶快念佛啊。是何以故啊？一切有为的生命法，就像梦幻泡影一样不实在啊，就像露啊，朝露，太阳一照就没有了，就像闪电一样，一闪就过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短暂，如此的无常啊，赶快修行啊。应作如是观呐、你心要有心理准备呀、一切有为法者，生老病死、贫富贵贱、士农工商、赤白青黄、馨香臭秽、有无虚实、深浅高下，通通是妄心起灭，因为那都是相，所有的相都是陷阱。记住，见所有的相通通放下，见所有的相都知道那是陷阱，不要落入进去，不要掉进相的陷阱里面，不要掉进相的陷阱里面，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不要掉进去，不要落入观念，不要在相上建立观念，拼死命的执着，没有这种东西。有为之法也，如梦幻泡影，如露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之法，就像世间万事，皆如梦幻泡影，不得久长。梦则就是妄想，
幻者就是幻化，泡如水上之泡啊，一生一灭啊，影就像身之影，无所捉错啊，这个色无所捉色，色就是取啊，我们身体啊，光线一照，后面的影子啊，你照不到，那不实在的呀。灯光一照，后面的影子，你抓那个影子怎么照得到呢？人生宇宙就是心性的影现啊，没有实在的东西呀、啊，赶快看开呀、啊，放下呀、啊。路就是悟路之路啊，不得久停啊。电就是闪电啊，雷电之电啊，顷刻之光，刹那的闪电啊，生命是这样脆弱的。所以用这个臭秽的身色身无常的色身想要追求永恒的快乐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啊，能出家的赶快出家呀、啊！啊，我总不会说要不要结婚的赶紧结婚哦，嗯，就不会这样子。哎，应作如是观呐、啊，有为无为皆是由自己啊，心常空寂湛然清净，无纤毫停留挂碍啊，自然无心，如如不动，应作如是观呐、啊。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极大欢喜信受奉行啊！佛自力无言啊，真理是没有办法说的，真空是无相的，一切都是寂寞啊，寂静沉默啊，只要你不着以言，不着以知解，把笔拿起来，知解以前的人呢、啊，就讲知解，要用现在的人的观念，所以记得啊，在座诸位法师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注意哦，你要讲经弘法，要跟现代化接轨，要用现代的语言讲经，他才听得懂。直接用现代的语言叫做观念，千万不要着这个语言，千万不要落入观念，就是无言无相啊。哦、在座诸位、很多的法师啊，你们将来要弘法立身，要跟现代化接轨啊！啊，你不总不能说、讲经的时候像老和尚一样，打开《金刚经》，然后眼睛闭上来，如如不动，不起相。我今天要讲，然后喝一口水，等两分钟。生命较短听无，生命短一点的听不下去啊，还没听完往生了，很慢嘛。今天我们来讲，聊什么？用这种方式讲经啊，啊，一举例子，古早古早个变鬼迄个古早。都是这样讲的，现在是什么时代啦？古早古早又翻过去那个古早，意思就是很早的意思啦。一举例子，讲到那个三国时代，现在什么时代啦？现在是辣妹时代啦，三国时代头壳有问题啊，是不是啊？好，金刚经之旨趣啊，本为此也，是以玄力玄破，立一切法当下，叫你看破放下。只要诸人啊，这个执啊，就是最主要的了啊、哦。只要诸人，乃至无有少法可能，这个执就是只有的执的意思啦。就是要你每一个人，只要诸人，最重要的，只要你，只要一切人，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就不被一切境界所困惑啊，因为你认为这个境界有所得，你就拼命追，拼命建立名相、语言、观念，拼死命的追，到最后就失望，撒手西归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放不下。为什么？认为有啊，不晓得生死是平等的呀。哎呀，师父，我很怕死啊！有人问了，师父，我很怕死啊。要怎么样转变这个观念？转一下，全世界的人都要死，你要认同这一点。
认同全世界的人都要死，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死啊。哎，恐惧感慢慢的下降。若得心地修歇啊，旁边写一个歇即菩提呀、啊，放下就见性啊。不要吵吵闹闹的过一生啊，要用本性过日子啊。给予为之清净心啊，也为之本来的心啊，也叫做到彼岸啊，也叫做涅槃啊，也叫做解脱啊。其实啊，一就是同一个理啊。你讲本性也对，本性也对，清净心也对，歇即是菩提也对，到彼岸也对，讲涅槃也可以，讲解脱也可以，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啊。张无尽这么说，富大士啊，庞居士难道没有妻子吗？哎，有啊，这个富大士啊，庞蕴居士啊，难道没有妻子啊？有啊，有妻子就有男女啊，若也身处尘劳，底下这个但心常清净啊，虽然身在微六尘，但是心一点都不执着啊，真的很常常清净啊，但心常清净，便能转世成智啊，就能转世成智啊，犹如握土成金啊，土抓到就成金，就点石成金的意思啊。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啊，所到之处啊，通通化作智慧，通通化作净土。所以啊，啊，古德有一句话啊，啊，就是你的心呢要正，知见要正，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啊，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啊。正人大彻大悟的啦、啊，正人行邪，行邪法，邪法亦正啊。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啊！那个恶之见的人把佛法拿来啊，敛财骗色啊，佛教就变成了搞这个世间的人啊，搞这个气狂世人啊。所以这个沃土成金的意思就是，你只要见性，你所到之处，通通点石成金啊！这个在告诉你开悟的可贵啊，不然你怎么修行？头撞破了也不知道啊，一切烦恼皆是菩提啊，烦恼本空啊，一切事法皆是佛法呀。若能如是，就算是在家菩萨呀、啊、了事凡夫啊，岂不委于这个看不懂啊。即是就算你是在家菩萨呀、啊、你只要大彻大悟，彻底的放下，你一样过着你的世间的生活，你身处尘劳，但是你心常清净，你虽然是在家菩萨，怎么样了事凡夫？了事就是无事啊。这个了事凡夫，它是用反面来讲的，无事的凡夫就是圣人。凡夫是说他身处这个五欲六尘，可是他生死已半了、啊、了事就是他真的悟道了，悟道的凡夫就是圣人，了事就是无事的。生死四大呀，了了生死四大的凡夫就是圣人，就了事凡夫就是圣人，就是悟道的圣人，虽然是在家菩萨还是圣人，岂不为矣？这个为就是是，难道不是吗？底下打问号，这句话整句的意思就是，难道不是这样吗？只要你明心见性，难道在家居士不也是圣人吗？意思就是，只要你明心见性，不管出家在家的身份不在相，通通在见性论断啊。哇，阿弥陀佛啊啊！我讲的不好啊，还在学习，还在学习。那么今天呢，有耽搁大家一点点的时间，非常的抱歉啊，因为你总是要个段落，
啊，感谢诸位法师的护持，感谢诸位护法居士的随喜功德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